迎大家收睇炮谷综艺台，我是 Ivan， 我是 KC。今天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其实跟我们两个自己玩游戏，玩什么游戏呢？就是两个老细斗来斗去咯。系啦，唔准谂，即刻话。准谂即刻画游戏规则，工作人员会讲一个词语，玩家就要20秒内画咗嗰个词语出嚟，最后工作人员会评分边个画得最似，最似会获得一分，最高者会有奖品一份噶。如果大家咧有睇过寻日条片咧，嗱如果有睇过嘅话，应该知道寻日咧我哋试食咗唔同嘅月饼，就发现咧嗰个花生酱月饼真系。OK， 好食嘅，食嘅。例如咧，呢個三號咧，我哋頭先以為係奶黃咧，原來係花生醬啦，係花生醬月餅嚟嘅。我自己就中意頭先我講係二三五八啦，我最後修正啦，中意嘅係二三同埋八。係啦，咁另外呢、這個三號都好啱一啲低糖、最低糖同埋健康人士食，因為佢真係唔甜嘅。嗯，非常之 OK 嘅呢個都。嗯，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直情咧自己買。做呢個中秋獎品，冇錯啦！邊個贏咗嘅話咧，就可以成盒攞就翻屋企慢慢過節。通常都應該係我攞噶啦，你又知噶啦，係應該係噶啦，未必噶，即係睇下點啦，係嘛？睇下點咯。第一題，唐老鴨。OK。啲眼耳口鼻應該會好核突。二十秒喎，係嘛？十八、十九、二十。哦。數出嚟睇下。我似啲。我覺得 Ivan 似啲。算啦，收唔到嘅。嗯。我哋嚟第二題喎。我要俾提示，我要記住自己，我係得廿秒時間啦。Star Wars 嘅 Yoda。開始。我是一個不熟 Star Wars 的人， Yoda 是什麼Yoda 和 Darth Vader 是有什麼分別？ Yoda 是不是就是那隻矮矮地那隻啊？是、oh, OK OK 二一夠鐘數出來看看我完全走好有信心啊這個好有信心起碼畫到個焦點，佢個焦耳仔我我覺得我是一個蘑菇，仲係我，今次仲係我贏咯。嗯，今次係 K C 嘅。第三條，肉兔，咪一隻兔仔咯。係，開始。跟我個賓尼兔出嚟。五、四、三、二、一，所以你睇下，我講唔切畫咯。我覺得我真係好挑啊！你嗰個咩事啊？兔奔好抽象狂草草書嚟嘅，呢個係跳下跳躍。我覺得今次真係會俾 Ivan。第四題，反鬥車王，開始。哇！點畫個車頭啊？四、三、二、一，夠鐘。收出嚟睇下。哇！喂，我覺得 Ivan 似好多喎、啊。正面喎、啊。OK，但係 Ivan 贏咯。想吃月餅，畫好啲啊！下一題，好，下一題，第五題，後羿，開始。人一個咯，嚇！嗱，後羿有佢自己嘅特徵㗎。我知道你畫同一樣嘢。五、四、三、二。我想講，我
真係 copy。我哋冇睇大家，但我哋拍知道畫緊同一樣嘢咯。哇！你喺度就咁畫太陽咯，十個太陽。因為有啲難平分啊。你睇佢啲邊個太陽咁平排㗎？亂中有序啊嘛。可唔可以平分嘅？可以攞平分，你平分啦，平分。我覺得大家都一樣啊，火柴人啊。係啊。有頭髮㗎。20秒，我要畫10個太陽，仲要畫個人，仲要畫個弓箭，根本考慮時間管理呢、這個。係啦。O K。點啊？評分。太陽咯。好，第六題，月餅，開始。呢個好考畫工啊。5、4、3、2。一夠鐘，一個是 2D 一個，唔係一個是由上面望落去嘅，係啊，一個係側面望。我覺得 iPhone 喎，真心 iPhone 似好多，你嗰個做乜嘢啫？太陽花咩？太陽花，你試下拎個月餅出嚟正面望落去。呢個係印象，懂人嘅印象。我覺得 iPhone。嗱，唔好話我偏幫，我真係覺得 iPhone 噶。偏幫嘅，俾一千俾佢老細。第七題，美國隊長個盾牌。哇！開始。呢條送分俾佢 Marvel 嘅 fans。你諗下，我而家。四。跟住咧。三、二、一，夠鐘。唔同，我有紅色噶，真係紅色。跟住我再話變咗美少女戰士個心口針喎。第八題 ，Sloopy 開始。Visa 係咩之餘咧，我個腦係 key 咗，我個腦係諗緊恐懼鬥室個小丑。恐懼鬥室，我諗起好耐，唔係咁樣噶。OK 啊，今次我哋有勝負啦。勝負係已經係呼之欲出咁樣咯。係8-3啊！哇！8-3啊！好，我哋。
颁发奖品系，因为我系有老细咁颁发咗俾你个老细嘅。左手交右手，多谢多谢。恭喜你啊！你嘅外公好过我啊！多谢晒。啊，冇月饼食啊！分嚿俾你啦，阵间。最后一解入边，即系就切四份，一就俾一嚿我啊嘛。甜片就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甜片嘅，就记得俾个 like。同埋訂閱我哋 channel， follow 我哋 IG 同埋 Lemon Facebook。另外，如果想我哋畫咩嘅話，就記得下面留言俾我哋啦。咁我哋下期片再見啦，拜拜。